些中介机构的介入，它会使高新技术的交易啊更加这个符合市场的规律。就知道看电视，孩子们说话就回来了，也不说伸把手，不年不节的，谁让你招惹他们了？谁说不年不节的？今儿是周末，也是老大的结婚纪念日，回头你帮我把带鱼拾掇拾掇，今儿咱们涮着吃，倒看看什么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腥味儿呗。等孩子们回来再弄吧。哎，妻贤何愁家不富，子孝何须父相前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当了一辈子劳动人民，怎么养成个地主脾气？你是干嘛嘛不成，吃嘛嘛不剩，我打死你。妈不是老北京吗？讲个老理儿。得了吧，成。南山山的。就穿这件挺好看的，快把扣子扣上啊。扣上了吗？不是啊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哟，给你们家买的？嗨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我们家的，这是咱自个儿的。来，夫人收着。哎呀，反正现在是物质极大丰富啊，有钱咱们就往出拿呀。哎，你说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跟你爸你妈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全家人非得到你们家去集中啊？嗨，还不是拿咱俩说事儿，为的是全家聚聚嘛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出来迎接我一下呀！星星回来了，你妈在厨房呢。爸，您见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热情啊？热情？热情的时候早过去喽。什么热情啊？要不然我亲自给你沏碗茶去。您甭来这虚的，以为我不敢喝呀？您要是敢沏，我就敢喝呀。你又敢喝呀？我真给你气去。有什么呀，不就倒杯水吗？哟，星星回来了。妈，一进门就跟你爸斗嘴。我这不是等着我爸给我沏杯热茶呢吗？得，买完传统美德都没了，还这老的伺候小的。我就纳了闷儿，怎么好好的工人家的闺女吧，倒像地主家的小姐？真是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。哎，我这么说是不是把我也搁里了？不光你把我也搁进去了，我招谁了？我拿着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您看小玲给您买什么来了？爸，别愣着呀，就说给二哥他们也沏一杯。完了，又堵上了。今天肯定是最后一个。着什么急呀？不就去你妈家吗？又不是去舅父。头一会儿咱们都是最后一个，
心里有点含糊。别忘了，今儿咱俩是主角。嘿，给你台阶你就上啊。那当然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贫了。你们聊着吧啊，我先忙去了。你们都别动，都别动。玲儿，你也别动了啊。妈，妈，有什么忙的呀？快点，我来吧。你来啊？其实我来就得了。要不姐，你来，也没什么活了，把那带鱼煎了，把肉切了，把菜洗了，再把饭焖上，剩下的我来。还剩得下吗？就剩下吃了。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呀？得了吧，妈，每回啊您都这么说，不带吧您挑理儿。带少了吧，您还挑理儿。我是那财迷的人吗？要我说呀，您就是。东西不带多少，难得你二哥这份孝心。唉，中国人活得真累。一辈子为别人活着。爸，哎，这是您的茶叶啊。哎呦喂，你喝这个。妈，这两包瓜子儿，您没事嗑着玩啊。还有我的呢。这是你的，行不行？上不了你的。这个啊，这条烟给大哥。这我们家小玲给他嫂子买了一口。这玩具是给想想的。哎呦，你们看看看看啊，就凯旋想的周到。那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吧，我一穷人没什么钱，正好我们单位发月饼，有俩人不要，我就都拿来了，刚好一家一份儿。哎呦喂，这月饼啊都成灾了。你不知道咱爸不能吃甜的呀？东西不在多少，难得心情一片孝心嘛。就是嘛，你看，来来，二哥拿着拿着拿着。哎，二哥拿着呀。爷爷奶奶，我来啦！哟，老大回来了。小林，哟，大嫂来啦，我帮你干点什么？啊，其实也没多少活了，要不你先把鱼煎了，把肉切了，把菜洗了，再把饭焖上，剩下的我来啊。你还来什么？来吃啊！哎，刚才俺家老太太怎么给我交代的？你让他干吧。那好吧，来。霞霞，把咱们买的东西让爷爷奶奶看看。爷爷，这是我爸给您买的西洋参，您早晚泡水喝。奶奶，这都是给您买的。这是什么？妈，这里边有松子儿、杏仁儿、腰果儿。开心果全是外国进口的，您闲着没事磨牙吧。啊，妈是耗子呀，难得你大哥有这份孝心，这有多贵呀？啊，是，那是，人家是大款嘛。哎呀，算不上什么大款，干什么不是奉献呢？你奉献什么了你？我现在越觉着你越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我总觉着你不是我哥。小姑，这是我爸爸给你买的包，名牌。哎呦，是吗？哥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前几天就想买这个呢。到底是我亲哥。啊，这会儿又认亲哥了？那我算不算你亲哥呀？东西不在多少，只要有这份孝心就行。今天是老大的结婚纪念日。我们呢也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。爸，您跟他客气什么呀？要是没您二老啊，哪有他呀？更甭提结婚这档子了。就是，是不是咱俩？我呢给你们准备了一桌子饭菜。等等，谁准备的？啊，对，还有你妈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回到他们家呀，就像回到了旧社会。整个一封建大家庭，你看，人一家在屋里聊天，就咱俩儿媳妇在这儿洗菜做饭。没错，我也觉得闷气，尤其是咱的婆婆，想干什么呀，从来不明说，还得当小辈的去猜，猜错了吧就是罪过。我们家宇航啊，还老护着他妈不让说。我说毛主席有缺点，也不能拦着人说呀，你妈的缺点怎么就说不得？这话呀又得说回来了，这有缺点你说，没缺点你说什么呀？要说
咱摊上这么好的婆婆也真叫难得。对儿媳妇啊，比对亲闺女还好。不可能，我就觉得不可能嘛。你说咱上辈子也没积什么大德，怎么会摊上这么一好婆婆呢？我就一直没想明白过。爸，您怎么情绪不高啊？没事，上岁数了，就想图个清静。我嫌你妈乱。哟，爸，都这把年纪开始嫌弃我妈了？怎么跟爸说话呢？这是。平常啊还凑合，就怕你们回来。啊啊，你们一回来啊，他就得多干活，他一多干活就碎嘴的唠叨。其实每次回家都是老一套，我们买一大堆东西给你们，你们给我们准备一大桌饭菜，早就该改革了。怎么改啊？啊，你的意思，你们都来了，全家人坐在这儿，大眼瞪小眼，不吃饭饿一顿。又抬杠，都快到下个世纪了，谁还为吃的事发愁啊？吃啊是小事，现在得想点新鲜。爸，全家出去旅游去，怎么样？五台山，往返三天就够，周六走，周一就能回来，什么事儿都不耽误。全家上五台山干嘛？就这边当和尚啊？我倒是想剃一回光头，尝尝当尼姑的滋味。少说那没用的，赶紧给我找对象。说了半天呢，还是没新鲜的。怪不得报纸老说改革艰难呢。我赞成改革，别老是每回我们送东西，你们准备饭。要不咱们今天先改一半，咱们大家光吃饭，把送来的东西。行了，你行了吧你啊，没听说过送出去东西咱往回要的。小姑，你怎么不改革那一半，光带东西不吃饭呀？还是想想向着奶奶。你们厂子怎么样啊？嗨，还那样呗。你呢？我呀，一直歇病假呢，再混几年啊，也该退休了。快点吧，老太太出来见工来了。她没出来，派他们家猫出来了。要说呢，现如今你们也都大了，也用不着我们老一辈操心了。可是我这心里头老是不踏实。没招没落的。爸，您都进入精神追求的境界了，可喜可贺呀。别跟爸斗。爸，一般衣食无忧了，人就容易空虚。爸，您空虚了，您打算追求点什么呀？反正啊，吃的用的都不缺，要是有点什么别的高兴的事儿。这人生的几大乐事，金榜题名您是来不及了。洞房花烛，兴许您还能赶上一茬。哎，你想赶哪茬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都这岁数了，这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追求了。咱们俩啊，就将就着过吧。我是想啊，能有点别的高兴的事。那您就说吧，爸，怎么着才能让您高兴？当然得有喜事儿了。上日咱们国家得先赶上人家发达国家，首先先把世贸组织给我拿下了，以后买进口货呀都得拎兜搓，便宜。别去，爸，您别说这么大呀，这得是全国人民一块努力，光靠我们哥几个不成。再说时间也不乐观啊。爸，咱国家有规划，要赶上发达国家那得50年以后，就打您现在开始好好的保养身体，那也兴许能看着。嗯，那哪看得着啊。我就老想着有那么一天，一大早我一睁眼跟旁边的人一打听啊，小姐，嗯，不是大姐，不是大妈，
郎君家，咱们赶上发达国家了吗？他怎么说的呀？他妈跟我说啊，放心吧您，现如今呢，他们正赶咱们呢。您说这多踏实！你琢磨什么呢？真没想到，咱们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呢。到那时候，人民币坚挺，对，全世界各国都好使。没错，一块钱换他8.3美金，您瞧瞧，黑市还得高，高急死他们！哎，急死！咱们也住花园别墅，那楼前楼后呢，咱们也修的一道篱笆圈，哎，给他圈起来，咱弄条狗，写个牌子，闲人免进。嗯，楼门口呢，咱们也砌的一个露天的大池子，好嘞，再放上水，咱们全家轮着波的泡澡。人那是游泳池，行吗？你去，咱爸那是讲卫生。爸，打断您思路了。爸，您接着阐述。哎，对，您说。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您刚才是……对，咱们有钱了。联合国经费不是老不够吗？对，甭在美国办了，挪咱们这儿的呀。对呀，咱们赞助。咱们有钱呀。就爱这么花，没错。到那时候呢，我先出趟国啊啊！不，我出国呀也不干别的，我就搬把椅子往中国大使馆门口那么一坐，就去那个管签证的，想往咱们这儿移民呐，拉家带口的啊，拒签。爸，难点儿。您这个，爸，哎，爸，您要不这么着，您呐，国家大事儿先甭操心了，您先说说您个人，您有什么愿望，我们兴许倒能成全您。没错，我个人嘛，那我哥就说了，那您说呀，爸，要是能当个劳动模范什么的，那是最可心了。哦，到那时候，趁着上上下下。都跨上新世纪那个喜庆劲儿，你们就号召大家伙都向我学习。什么？你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还模范呢？你吃饭吧你。我如今是老了，可想当年，远的不说啊，52年那波，我离那劳模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啊。对吧？想当模范好说呀，明儿我到你们厂子捐钱去，让他给您评一个老有所为的先进个人，对吧？我就看不惯这个模范，那是拿钱买的吗？那是撅着屁股玩命干出来的，走到哪儿都那么深受群众的爱戴呀。50年代那会儿，一听说哪位是模范，您瞧群众的热情劲儿哦。不用号召，都向着学习，是吗？那年头啊，大姑娘啊就爱嫁模范，就跟这会儿傍大款一样。是是。哎，爸，我听您这话，怎么觉着您是没安好心呢？我明白了，爸。您是想当一回50年代的英雄模范。咱就这么一说啊。我要是让您当上了。您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？感情，我这辈子就算踏实了。可我还能当得上吗？慢着，我来。阿妈，结果吧。哎。来了，爸，坐下了，坐下了，爸，坐坐，开了。菜怎么了？哎，妈，您喝点白的啊。大哥，这个小道理。哎，菜来喽！菜来喽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菜来喽，兄弟。哎，这个开一下。哎，尝尝我的手艺。知道。王总，尝尝啊，尝尝我的手艺。也不是谁的手艺。动筷儿，喝点吧，喝点吧，来，爸，您就别愣着了，赶紧吃。您吃什么？哎，刚跟我说的那件事儿，
真能给我办到了吗？爸，您就请好吧。这不眼瞅着两千年了吗？我就算送给您老的一个新世纪的见面礼。哎，别算大哥一个人呀，应该算我们大家送的。就是啊，行行行，来吧，快点吧，怎么定了啊？爸，您还有我呢。哎，对，你们这份孝心呢，就算送到我心坎上了。哎，我这辈子就算舒坦了。舒坦了，行行行行，凭什么你一人舒坦呢？我呢？怎么着，妈？你也有想法呀？妈，您还有什么不舒坦的？您看您子孙满堂的，子孙满堂也得保质保量啊。妈，我们这质量怎么了？论体力，论智力，个头体积也不比谁差呀。就是差远了。老大，哎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宇航啊，这不是您给起的吗？为什么叫宇航知道不？我听您念叨过，说我出生那年正赶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。您估摸着等我长大了，咱国家的宇宙飞船也就上天了，是吧？您想让我当咱国家的第一名宇航员，对吧？对呀，长大没有？长大了。当上没有？没有啊。我是不是经过努力，在别的领域有所作为了嘛？你别给我打马虎眼，我的理想啊，到了您也没给我实现，我心里憋屈。您的理想凭什么让我实现呢？爸爸，不许跟奶奶顶嘴。嗨，以前没实现，现在努力还来得及。我努力，那是我努力的事儿吗？咱们国家的宇宙飞船没研制出来呢。就是，就算他明儿研究出来了，人过三十不学艺，我大哥都快四十了，现科隆都来不及了。老二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凯旋吗？你从小是能吃能睡，结实的像头小牛犊子。长到十岁上都没进过医院。妈，您是不是希望我二哥当个体育明星，到奥运会呀去拿个十块八块的金牌，然后凯旋归来呀？他一块也没给我拿回来。妈，不是我不想拿金牌，是压根儿没有人邀请我出国。就是有人邀请你出国，你也拿不回来金牌呀。他是数萝卜的，越大越康。妈，您甭着急啊。回头我给您借一块金牌，孝敬您。谁借给你啊？就算是有人借你，咱妈也不稀罕呀，是吧，妈？星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哎呦妈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，您是希望我呀，又当歌星，又当影星，又会跳舞，又会写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确实，得努力。哎，想我这辈子。没别的，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，末不了呢，倒把自个儿家的孩子耽误了，生生的窝回去了。你看，你妈不是家大妇女吗？怎么口口声声的培养人才，听起来像大学教授？老太太跟街道托儿所通过几年保育来的。我这辈子啊，就这么档子窝心事儿，死都闭不上眼。妈。我看干脆这么着，您也甭别扭。我看趁新世纪这点新鲜劲儿啊，把您和我爸这点遗留问题全解决得了。我保您有一个当宇航员的大儿子，当体育明星的二儿子，当影视歌星的小女儿，而且还得齐刷刷的管您叫妈。啊，这也太速成了吧！啊，我自身条件当然是不错，可就这么几天时间，您让我突击成名，有点悬。就是我现接金牌也来不及呀！啊，去去去，没指着你们。妈，您就请好吧。宇航，你说的这些事儿，什么时候能实现？年底前吧。别介呀，我想想啊。就中秋节那天吧，我同意。没有想法。别闹啊！哎，好，你早点睡。哎，没事，别影响我的。我明天晚上来接祥祥。放心吧，他在我们听话着呢。哎，没事，回去吧。回去吧。过两天来好吧？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就这么定了啊，爸的事归我，
妈的事给你们，啊！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。就是，什么宇航员的又歌星影星，我哪儿给他找去啊？就是啊，你知道什么呀你们？走吧，多大劲啊！各部门注意啊，我不在重复了，一部伟大的电影马上就要诞生了，啊！这东西该搁哪哈就搁哪哈。 哎，谢叔叔，这也是点茶吗？秃如火如荼，没有藏嘛事儿。你当我厂气，你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谢导啊。哎呀，马老，哎呀，马老啊，嘛事儿？哎呀，昨晚我是一宿没睡呀。哟，为嘛呢？就我演的那个老地主。嗯嗯。 最后还是得把秋香霸占了比较好。您说嘛？您把他霸占了，霸占了。哎，这样有戏好看，越到后面就绝对的好看。行，马老，就您这岁数，我就冲您这岁数，行，照您说的办，那就霸占了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嗯嗯嗯嗯。我，那个，谢老。 这秋香这角色还是我演的，还你演，要不是你二姑妈，前天送给我两条烟，你演秋香，行，演啊，行，谢谢你啊，我啊，哎呀，你就算了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我不再重复了，一部伟大的电影马上就要诞生了，您预备，您是谢导演吧？ 哪位？干嘛？啊，我就一句话啊，那个黄导啊，让我来找您。黄导谁呀？黄导演呢？黄导演哪位？哪位黄导演？就是上班挺少，下班挺多，大胡子那个。我要你说哪位黄导演？我跟你老特熟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您就说嘛事。我想求您啊，给我爸爸拍一场戏。给你爸爸？对。 就拍一场戏，没错，嘛内容呢？武士年代的城市题材，主要是歌颂英雄模范的，主旋律导演。哦，主旋律，这我清楚。对，有准拍证吗？就在这儿拍，准拍证，什么证？遵循拍摄的证，那不是。 许可证吗？对，你说你对，你说我跟您说，谢导啊，是这样，不拍也行，就是比划比划，哄老爷子高兴。说嘛呢？比划比划，比划比划，比划比划啊！来来来来，我们这会儿成天，谢导，就是比划比划，我们成天就是比划比划。谢导，你这是嘛呢？走。 你给我出去！别！我说你干什么呢？我这儿呢，别动手，千万别啊！这什么？导演，我们给钱。嘛玩意儿？您需要多少钱，我们给钱。有钱？对呀。北在哪儿？啊，那儿。现在人等回避，北边湘潭。 爷子，你好，这乐儿，谢谢。我说也是，没有错儿。你站这干嘛？当不当，挣不挣？你这倒霉孩子，都出去。你这个一点眼力劲没有，你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您了，一定能出这个价儿。只多不少。啊，临时大景恐怕来不及了。我们这会儿啊。 正在拍一部反映40年代的农村片，您要不嫌弃，这个景逗住给您用，演员也可以配合。哎，谢导，这个40年代有英雄模范人物吗？你说呢？董存瑞你了，刘胡兰你了，还有你那谁，反正逗那会儿西藏的。哎，别，导演别牺牲啊！ 我爸想演活人，不老乐意牺牲。对，那也成啊，就演你那村长、村支书嘛的。哦，
哎，这样啊，我回去跟老爷子商量一下。还商量嘛？马上投拍一部伟大的电影，马上又要诞生了。嗯，哎，我说这要走是怎么着？哎，爸，我走了，慢走。哎，别别别，吃完饭看看，吃完饭再走，看看盆戏，看看盆戏，走走走走。太早了，太早了，你别看，我真是别打扰了。准备好啊！准备好，戏要足，现场安静啊！现场安静，安静，预备，开始！抬抬抬抬一抬一抬抬抬抬一抬一抬抬。老太爷，我命好，家富贵，粮食满仓，钱满库。闲来无事屋中坐，春梅看茶，秋香捶背，停停停停！哎呀，这是秋香，你这表情不对呀、啊，这叫演的嘛玩意儿？我说，老地主捏你的手，你还没不劲儿的？我说你乐意是怎么的啊？我当然是不乐意了。接不接了？你呀、啊，应该赶紧把手啊凑回来。就你那跟汤灶一样。可我考虑吧，马老师，一老艺术家，德高望重的，这岁数比我爸都大。捏捏我手怎么了？人家是喜欢我，我不能那么撅人家呀。胡说！他是嘛马老，他是嘛马老。他是地主老财，他剥削你，压榨你，你那一点阶级觉悟都没有，怪不得最后他还是把你霸占了。是啊，导演，那这按这结局，您说我该怎么演合适？秋香，我导演，这戏不是给改了吗？哎，对你了，给改了。早这样，秋香也演对了，啊，行好，各部门继续准备啊，秋香就照你这样啊，哎，高先生，哎哎，你请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哎，我说你们这儿白天还能拍晚上的戏呢？我们这冬天还能拍夏天的戏呢。哎呦，真神了，真是艺术啊。哎，高先生，哎。那您这个字儿，这是不是念茶呀？不，念荼，如火如荼的荼。哎，你看我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你找谁呀？啊，我找你们这儿负责同志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跟你说，行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啊，那行，那我跟你说吧。我听说你们这儿培养了好多世界冠军啊。是。就每个世界冠军发的那圆的那个金牌。哎，对对，金牌，他们有富裕的吗？金牌没有富裕的。一块就是一块，哎，那我跟他们说说，我借一块用用，行吗？借金牌我也没听说有借金牌的，估计你这件事难度很大。哎，早知道这样啊，当初我自个儿出国比赛拿一块回来就完了，何至于到现在呀？你说还得低三下四跟人借，真是麻烦死了。哎，你会打球吗？
没什么难的吧？你找个人，我跟他玩玩。他们都在训练，我陪你玩玩吧。你行吗？那试试吧。哎，爸，我跟您商量商量，咱也别50年代初期了，咱改成40年代中期怎么样？哎，怎么说着说着又回解放前了？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不玩了。哎呦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那行，那你在这休息吧。正好我还约了一场网球，就不陪你玩了啊。啊，哎，网球我也会啊。网球你也会？对，其实我真玩的好的是网球。胡说！好好的英雄模范，怎么改成老地主了？哎，爸爸爸，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？人家剧组啊，正好现成有这么一出戏，您到那什么都甭管，都是现成的。我的崇高理想不能由着你们瞎糟践。停，李教练，您过来一下。又怎么了？我也帮您捡了半天球了，您跟小双说说，说说我那事儿。那好，小双，来，小双，这位是高凯旋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他一直想接块金牌，你看你这个奥运会冠军、世界冠军都拿这么多，你接他一块吧。借金牌，爸，您知道真正的崇高理想是什么样吗？什么样啊？您比方说我吧。我的理想肯定比您崇高。这一辈子没别的，就惦记为人民服务。就你，吹吧！真的呀，爸，我就是一直没机会。爸，您知道啊，我从小就好古董电器吧。头两年我这工具箱都置办好了，就等着给街坊四邻修电器。到了人家之后，我是烟不抽一颗。水不喝一口，三下五除二修得了，转身就走。在身后一片赞扬声中，迎着朝阳向下一家走去。哎呦，可想死我了这事儿。只可惜啊，这么多年也没人来找我，生不逢时啊。咱们爷儿俩的理想差不多，虎父无犬子嘛。按说你的理想不难实现呢，怎么就没人找你呢？是不是嫌你的手艺潮啊？不能够，主要是宣传不够。您说啊，就我现在的身份，做这么大的买卖，谁好意思因为这么点小事麻烦我呀？既然你有这份心，我给你宣传啊。下回你回家了，带着你的工具箱。保证家家都找你，累死你算。哎呦，这您可算成全我了，咱们爷儿俩互相成全。二哥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世界冠军我是见着了。真的？没错，我还帮他们捡了半天球呢。打了半天球呢。电影明星那边。我也托人联系好了，明儿见面。是吗？哎，不过那电影明星是一男的。嗨，这会儿了还管什么男女啊？只要愿意管咱妈叫妈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哎，那宇航员怎么办呢？反正宇航员我是不管找了，谁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有没有啊？宇航员？哎，我们单位倒有一合适人选。你们单位？出宇航员？不会吧？
保管员吧？去，不是就为了糊弄老太太吗？我们单位有一小刘，以前在部队当过伞兵，没事啊还好玩过过山车什么的，人长得嘛也还算结实，沾点边儿吧。沾边啊，实在不行就是他了。伞兵行吗？差不多吧，都是天上的事儿。不过这个忙可不能瞎帮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咱们院一共三户人家，就打着每户换一大件的话，也够咱们老大忙活一阵子了。不能算三户，只能算两户。怎么？那上回张姐为收水费的事儿跟咱们家闹别扭，到现在也不跟我说话呢。妇人之间，她不跟你说话，你不会跟她说话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谁还顾得上这点小事啊？别给孩子的远大理想给耽误了。可万一到时候谁家的电器都不坏呢？不坏就不能修了，维修嘛，还非得等它坏了。可它不坏，谁找咱们呀？他不找咱，咱找他呀。我就一个条件，我帮你们把宇航员解决了，你们帮我把这梦圆了。承包我们这个厂啊，也没多少钱，风险抵押金也就十几万块钱吧。还少啊，把你们那破厂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啊。此后移居加拿大，现在在某跳水俱乐部担任教练。二嫂，您别看我呀，我是肯定支持您的。与其下岗在家待着，倒不如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。嗨，人生能有几回搏嘛。可是我也没那么多钱呢，这事儿啊您得朝大哥说。丁佩啊，不是我不支持您啊，这个圆梦也好，还愿也罢，本来都是闹着玩的事儿，到你这儿怎么还动了真格的了？怎么是闹着玩的事儿啊？要动就动真格的。不是你动真格的，我得真掏钱呢。要这么着吧，弟妹，咱们呢按生意场上的规矩走，你呢起草一份可行性报告，回头我认可了再说，好吧？行啊，大哥。大妈，您说了半天了，不是我信不过我宇航哥的手艺，可我们家电器真是没有坏的。您看我们俩刚结婚半年，又赶上咱国产电器质量过关了。现在是不坏，让他一修能不坏吗？那他一修不就更好了吗？反正也不收你们的钱。那行啊，检查检查也没坏处，那就让他来吧。让他来可不行，你们呢得请他来，就防比着心里头啊急得什么似的，急赤白咧的，央告着求的，请他来给你们修。你凭什么呀？万一修坏了，大妈赔你们钱啊！非把好的修成坏的，我们图什么呀？二勇，哎，听说你媳妇儿的生意指标下来了，今天该要一个了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呀，特意给你们孩子做了身棉裤棉袄。哎呦，哎呦，您这怎么话说的？真是这感谢，又让你费心了。你们费心了，咱就说定了。哎，啊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这正拍戏呢，啊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哎，晚上把 V8 给我留着，啊。谢老师，麻烦您签个名字。谢谢您，谢谢您再帮我签一个。今天夜里，我会大声地对你说。说什么？我爱你。过了今夜，我依然会对你说，还是我爱你。啊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您再给我几分钟，就几分钟，行吗？
我是看在你是朋友介绍的份上，照片也送你了，名也给你签了，你就别没完没了了吧。是是是，作为一般影迷，我早就该知足了。可不光我是您的影迷，我母亲也是您的影迷。不能吧？我妈的意思是啊，想请您在中秋节那天上我们家吃顿饭。吃饭就不必了吧？请您千万别拒绝，千万别拒绝。哎，谢老师，您一会儿是不是还穿这件衣服？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待会儿再说，待会儿再说。啊。我很忙，很忙，你懂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您很忙。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丢丢时间，您就照一面就成。待会儿再说吧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您真能去我们家的话，您能不能考虑一下对我妈的称呼问题？我管她叫小姐怎么样？不不不不，按北京的习惯应该叫大妈。不过您最好把那大字儿给省了，直接叫妈呀。去了趟你们家，你妈说你出来玩来了，怎么样？过了瘾了？哈，我都玩第五次了，我算找对人了。小刘，以后别叫我师傅，就叫我孟姐，要不干脆叫我姐得了。您干嘛对我这么热情啊？我都有对象了。我没说给你找对象啊。那您给我找什么？我想给你找个妈。别介，孟姐，您看我有一亲妈，还对象有一妈，您再给我找一妈，这干嘛呀？走走走，咱慢慢谈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还是一会儿你给我提词儿吧。行，没问题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谢谢。咱们这事儿就这么着吧，我们该拍戏了。哎，咱再商量商量，再商量商量。没商量。我头一回听说这么荒唐的事儿。哥，怎么样了？人家太忙。这位是，哎，这位是，这是我妹妹。这是你妹妹？不能吧？没错，都是一个妈生的。对对对对，都是咱妈生的。咱妈，哥，这不是答应了吗？没有啊，您刚才不是？我经过再三的考虑，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，中秋节也没地儿去。再加上咱妈又那么喜欢我，我就稍微去一趟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来，您这是一点大明星的架子都没有。谢谢，谢谢啊。这我都管咱妈叫妈了，你怎么不叫我呀？那您说我该管您叫什么呀？你说呢？哥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这么着。一会儿你先在这儿看我拍戏，拍完戏呢，我请你去吃饭，吃完饭咱们回来接着拍，拍完了我再请你吃饭，然后咱们去卡拉 OK， 完了以后我还请你吃饭，还吃啊？宵夜，宵夜。哎，那他晚上得什么时候回去呀？吃完饭呢。哎，谢老师，谢老师，各部门准备好了，您看咱们能拍了吧？啊，拍，拍了啊，拍了，好好，拍了。哎，小姐那边有休息室，您请啊。哎，各部门准备啊。哎，闲杂人员一律退场，退场！哎，我说你有事没事啊？走走走走，退场，退场，退场！哎，我说钟子，钟子，把导演叫起来，别睡了。来，小玲，跟姐喝啊！别，您别往里绕我啊！这事儿我还得好好想想。您说中秋节我不在家，跟家里人好好过，我上您家去，我还得冒充那宇航员，还得管您婆婆叫妈，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？小玲，你可得想好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厂现在效益不好，过一段还得有一批下岗的。那天我可看名单了，头一个可就是你啊！真的？
现在咱们厂正找人承包呢，昨天我们家刚商量完，准备存一大笔钱，让我承包这个厂子，到时候我就是厂长，用谁不用谁的可都是我一句话。你好，孟小姐。啊，张姐。哎，那个杨总特别关照，送您一个菜。哦，谢谢。吃的第三鲜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好，您慢用啊。嗯。孟师傅，不，姐，到时候您当了厂长，就凭咱们这关系，嘿，咱们还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让你帮这点小忙，你都不抻查。谁说不帮了？别说管您婆婆叫妈，就是叫奶奶，我也乐意。这还差不多，来，干干。嗯。爸爸，我妈今天情绪又不好。他还有点要打我的意思。行了行了，你睡觉吧。小卓啊，这两天的情绪不大对头吗？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哪敢有什么心事啊？得了，别瞒我了。十几年的夫妻了，你一句那什么，我就知道你要那什么。你别来劲啊！合着你爸、你妈、你妹、你弟，你都考虑到了，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呀？我考虑了，皮大衣都给你看好了，明儿我就带你买去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你们家人都是精神追求，我就是物质享受啊。这一回，我也要来点精神的。这我爸我妈已经把我折腾够呛了，您这就免了吧啊！我不，我的要求又不高。我打包票，他一定会来。我呀，我就是还想谈一回恋爱。什么？睡吧，小玲。什么可行性报告啊！别闹，明儿我跟大哥说一声，你掏钱不完了吗？我现在不当他是大哥，我当他是老板。那我就是老板他弟弟，我命令你马上跟老板的弟弟睡觉，你敢不听？这是听着那么别扭啊，跟老板的弟弟睡觉？那你打算跟谁睡觉？走走走走。哎，别闹，我再写。写得出来吗？你我想了半天，我走吧走吧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什么叫闹？我在谈恋爱呀，又不跟别人，还是跟你，懂不懂啊？不懂。咱干嘛多费一道手啊？咱们呀，咱结婚以后吧，这么些年，我总的来说对你还是挺满意的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是是是是，我对你也满意，对你也不后悔啊。可我觉着，咱的恋爱呀，谈的也太没意思了。怎么了？介绍人那么一介绍，互相见了面，了解了了解，再征得父母同意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婚给结了，太没劲了。那时候都那样啊，你看我满意，我看你称心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可我一辈子就谈这么一回恋爱，还谈得那么没意思。你好。嗯。我想再谈一次，成不成？你说咱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行。为了让你没遗憾的跨过新世纪，你说，咱们从哪儿谈起？从咱第一次见面，你问我叫什么？行。我问你啊，不是有这么问的？咱们都睡一被窝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发不动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笑容？
表演艺术就是三要素，啊，哪三要素啊？真听、真看、真反应，啊，你比如说我看你了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哎，这就对了。你别说我拉你小手了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嗯嗯嗯。啊，导演，嗯嗯嗯，我给他们说着玩呢。您说，您说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说完了，说完了。您是马老嘛？哎，您说。哎，不是。你在街上写嘛呢？你也敢坐街上走？起开！他在说戏，我就拦他。言不成戏。你们这里规矩挺大。嗯。您受累啊，这个景儿啊可不能对付，搭的越斟酌越好。对，是吧？哎，我听说那会儿啊有一个东四牌楼。没有错。哎，您能不能受累给搭个牌楼？有。你准备嘛时候拍？中秋节。中秋节？对。这时候已经几号？嗯。哎呦，来不及了是吧？哎，导演，您能不能让那个演员呐，尤其是女演员，那个发饰、那个服装，像那个时代的事儿，是吧？让我爸爸一看，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哎，听您的，我这是个人意见。不是，归了包堆是我出钱呢，干活不问东，累死也无功。您说是这理儿吧？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听你的啊。各部门注意啊，我不再重复了啊。一部伟大的电影马上就要诞生了。江，您完了。哎，不算不算不算，咱们重摆重摆重摆可没这功夫，咱还挂着东西呢，我就赢您一炮就得。兄弟，我还没得弄明白，咱们挂的那东西就是让我们家老大帮您修理电器呗。那得要多少钱呢？不要钱，免费，修好了您送他两句好话就得。哎，那他图什么呢？为您服务呗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拿我们家那个电器要练手艺啊。这可不成，要给我鼓动坏了呢。那东西还挺贵的呢。放心吧，您呢，弄坏了让他赔您新的。这倒成，我那洗衣机啊是单缸的，我正想要换一个全自动的呢。导演，嗯嗯。您还得帮我爸设计一下，这个英雄人物啊，不是说出来的，他总得有点英雄事迹啊，您说是不是？成啊！啊，你要来哪方面的？救火、抢险、逮流氓、抓特务，是要嘛有嘛？那就看您编制方便了。嗯嗯。不过您得照顾我爸那岁数，是吧？就是抓特务啊，也得抓那种七老八十的，腿脚不大利落那种。那就剩逮特务他爷爷了。我听清楚了，不过还要问一句，嗯，您老父亲他老人家会演戏吗？嗯，不会。不过呀，咱不是为了花钱演戏来的呀，对不对？您呢，编故事一定把他编到那儿，让他不那么做都不行了，显得那叫一自然而然。我明白了，嗯，我清楚了，这就是把金鱼从小碗里倒到盆里，从盆里倒到缸里，再从缸里倒回小碗。这是干嘛呀？这你俩不就为玩吗？哎呦，导演，您说的太生动了，就是这意思。张姐，张姐，您这洗菜呢？这不是洗菜，还是洗肉啊？对对，我看花眼了。张姐，上回那水电费的事儿啊，都
你还没得完呢，二师，明白的嘛。上个月我在我妈家住了半个月，二师，你非要收我一个月的水钱，你不是诚心欺负人啊？是我算错了，我这给您赔不是了。慢着，慢着，我来。这么着吧，回头我让我们家宇航免费给你们家维修电器，不收钱，这成了吧？那还差不多。你家宇航两三天没得回来了吧？不，其实啊，一个院子里面租到的，真是的，修什么电器啊？算了吧。哎，别算了呀，算了，我还是哪门的错儿。你怎么才来呢？天晚了，我妈不让我出来。嘿，我这个累，这就开始了。待会儿吃完饭，还得麻烦你骑自行车把我送回去。你说放着车不坐，你骑什么自行车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得让我高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咱们第一次见面。是在这个饭店吗？是。那时候你说的话还记着吗？啊，记着。那，待会儿你说给我听听。好。你倒是请我进去啊！啊，请。昨天那个电影啊。真好看啊！真好看。那个女的在前头跑，那个男的呀在后头追，飘飘忽忽的。那是慢动作。哦。里头那个歌呀也真好听。那是电子音乐伴奏。哎，我听你昨天哼哼来着，哎，你今天再给我哼。多人，我就不哼哼了。没关系的，哼哼吧。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，五线好老味。甜蜜的歌，甜蜜的歌，飞满天楼喂。工业农业手挽手，气象前楼喂。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，必然比明天。嗯。我能喝口酒了吧？喝吧。杨总，那桌客人好像不大正常。管他呢。咱们开的是酒楼，交钱就行。
园的感觉了吧？啊！一会儿歇会儿，回头咱们再来一遍。哎呦，饶了我吧，姐姐。怎么了？云啊，这不是你的业余爱好吗？我就这么点儿一爱好，还让您给折腾没了。那感觉就找到这儿。哎，我给你带了几本书，这都是关于这个宇宙飞船的。你没事回家看书吧。啊，万一我妈要问起来呢？啊，还得学理论啊。那当然了，马老师不是说农村片吗？怎么改城市片了？到底演什么呀？这导演还有没有个准谱？马老师，你给说了吧，你就问问吧。就是马老师，怎么回事？是啊，算了吧，我们也不敢说。去给说说。导演啊，我代表我们这些演员提点意见啊。嗯。这不能说谁有俩臭钱儿，想让我们演什么戏，我们就演什么戏。嗯嗯，是不是？嗯嗯，我们是艺术家，我们是在搞艺术，还想演吗？想演吗？想演，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从现在起，想演，角色重新分配。马老，您了。就是一位蹬三轮车的工人。我不会蹬三轮。川美，从现在起你了就是一位机关干部，行吗？哎，行，能演吗？能演。哎，行了，秋香，你了，打现在起就是一位纺织女工，成吗？成啊，好，高总，哎，你俩必须客串一位，客串一位，我就免了。你俩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看我是位天津卫，这事儿我说算，你客串一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是来一位，我不是客气啊。您想，50年代我爸刚结婚呢，我一出来，我怕我爸看着我眼熟。你说你的是吧？我听你的。聂制组各位同仁，我不再重复了，一部伟大的电影马上就要诞生了。来，老赵，给我一面，就喝一口。我真不能。瞧，好不容易把你给请出来了，你又不吃又不喝的，全让我一人给吃了。我不跟你说我吃过饭了吗？这一口都不喝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这事儿。您就实话实说吧。我太喜欢体育了，因为体育是有标准的。你们为国争光，太不容易了。今后啊，只有说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言语说。你就说你的事儿吧。小川，我是一孝子，这你知道吧？你不知道，反正我都是为了让我妈高兴。我妈不容易啊，养育了我们家仨孩子，培养了我们家仨孩子。我们家也三个孩子，可是我们家一个都没出来呀。我不答应把金牌借给你。您要真答应了，您就喝一口，真的。要不然，您就是没答应。好吧，我就喝一口。10点钟我还得归队。那咱们就一言为定，中秋节那天我去接你。干！上级已经决定，过了节。我就正式签承包合同，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厂长了，用谁不用谁的可都是我一句话。我准备委任你当我的秘书。啊，我都晕成那样了，就当个秘书？那就厂长助理吧。助理也不算大呀。那副厂长总行了吧？最好是常务的。美的你，要不是看在我婆婆的份上，哎，厂长来了。哎，他还不知道呢，别走漏风声啊。
这上级都决定的事儿呢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你就别管这么多了。嘿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哟，田厂长。田厂，不让你们打扫卫生吗？一会儿客人马上就到了，还不赶快干活？看你们俩多别扭，再不好好干，过年就让你们下岗。都开工知道了，也不知道着急。不定谁先下岗呢。姐，干吧。哎，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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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你老随便吵吵。再请高先生介绍一下情况。好，我介绍一下我爸爸的具体情况啊。我爸，兽形体格，男性啊。多幸运，女的那是你妈。啊对，哎，那你爸体格到底多瘦啊？干嘛介绍？当查你了，当查别你了。高先生介绍的情况很重要，你就没有必要再介绍了。不是，我还没开始介绍。你就介绍到这块儿，一下听我的啊。我说马老，打明儿起啊，你呀就不要穿这个地主的衣服、地主的瓜皮嘛，把它全都滴答摘了。那打今儿个起，你登上三轮是一个三轮车的工人，春梅，你呢穿上列宁装啊，秋香。姐，现在起你就是一位纺织女工啊。嗯。哎，这我导演，我这胖，我管你了胖瘦呢，走你了。哎，姐啊，我说啊，你能不能为你的爸爸走一下地位？那我就辛苦一点了。谁叫你是儿呢？我啊，不再重复了啊。聂志总啊，一部伟大的电影马上就要诞生了。谁让你停机的？谁让你停机的？有人喊停了，谁喊的停？现场谁喊停？除导演，谁还敢喊停？导演，我你呢？啊，怎么的了你呢？就他这速度，非把我爸爸累死不可呀！哦，你的意思是他跑得太快了？不是，是我爸岁数太大了。那么说，逮小偷这个情节就不再设置了。不是，您说吧，您了，再给设置个别的吧。行，您说了算。行，好。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我当劳模的心愿就要实现。到那儿悠着点儿，别臭美个没完。今天去你们家，我带点什么礼物啊？你可千万别带东西，尤其是月饼，都成灾了。那不行，我必须得送点东西。你人去就行了，我妈准高兴。光是你妈高兴，讨厌。这样吧，我就把我当成一件礼物送给你吧。你少废话，那时候没你呢。想想，别闹，乖啊！恭喜呀，二位，先结果后开花，两位真是聪明人。好，准备，开拍。摄影师，一会儿给我们和女儿也来一张啊。不，我想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照。谁呀？我朋友。啊？哎，好，到了，到了，书包拿着，拿着书包，哎，好嘞，爸爸，
待会儿领您进去啊，您就自当又回到了50年代啊。行，如果谁要是管您叫小伙子呢，您就脆上答应他。哎啊，哎哎啊，可是就我这个打扮，这算什么身份呢？您是区劳动模范呐，劳动模范。这不行，怎么了？这我连个小手指头都没动，我就当成模范了。哎呦，这不太合适。我看还是先回去得了。别，爸，别回去啊！我钱都花了，您就挺直了腰板进里边过瘾去吧。啊，那我先迈点腿啊。到时候卖行了，他要再不来，我费你了打小的。谢导，谢导，我父亲，这就是我父亲。就他啊，就他都等你了。您，哎，您还犹豫吗？我你也走吧，你了。啊，行，拜托，拜托，就交给我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行，马上过去。不再重复了。行行行，一部伟大的电影马上又要诞生了。哎，谢导，有事找您，我有点事得马上赶回去。你又有嘛事？真有事儿。又是哪个男的请你吃饭吧？对。哪位？叫嘛？戴总，您认识啊？戴总，哦，就那戴眼镜呢，他还给我们投过资。对。那你去吧，去吧。可是你走了，寸眉界角色很重要，谁演？你说谁演？哎，导演啊，您看这春梅这角色，我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事到如此，就他，把你衣服脱下来，给他穿上啊！谢谢导演，谢谢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三个还在这聊吧，聊吧，赶快行动！这几个倒霉孩子，我你。哎呦喂，小朋友，摔着没有啊？一点都没摔着，谢谢大哥哥。哎，大哥哥，这孩子什么眼神啊？同志，这小白菜怎么办呀？这小白菜5分钱一捆。哎呦喂，真便宜。哟，您不是劳动模范小高同志吗？来来来，您给我签个字。您的事迹报告我听过。哎呦喂。很感人，都是哎，应该做的。我们还是应该向您学习啊，向您学习。您慢走啊。哎，那不是小高吗？小高同志，高景行同志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区政府的春梅。哎呦，你怎么给忘了？上回劳模会区长给你发奖的时候，就是我亲自给您带的大红花啊，春梅同志。哎呦喂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小高，这星期天没事出来玩吧？走，咱一块逛逛去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，我一个老头子。开玩笑，你怎么是老头？你这身子骨这么硬朗？儿女正当好年华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这儿离我家不远，您到我家坐坐，我妈还特想见见您呢。走吧，让我妈给咱做炸酱面。哎呦，这都不好意思了，你看，那什么面码啊？那可多了，黄瓜丝儿、白菜丝儿、绿豆芽儿，都是您最爱吃的。面板真全，得了，那我就受这去一趟吧。走吧。哎，同志，女同志，这女同志，钱包，您钱包掉了。啊。谢谢您啊，同志，您真是新社会新风尚。同志，您叫什么名字呀？不要问我的名字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同志，我瞧着您面熟啊，您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高景行同志。太巧了，真是太巧了。哎，小高，哎，走吧，快走吧。走。哎，别走，别走啊，干脆，
那您上我们家去，我让我妈给您包饺子吃。哎呦，这都不好意思啊！你给你什么馅儿的呀？有猪肉大葱的，猪肉白菜的，韭菜鸡蛋的，还有海米三鲜的。反正您要吃什么，让我妈给您包什么。那我就受累去一趟。哎，我搀着你啊。这不行，不行，是你先答应我的，不能跟你走，跟我上家吃饺子又怎么了？不行，上我们家吃饺子。不行，一定要跟我走。我们家还有炸酱面呢，不能吃饺子，吃炸酱面。我们家的饺子才好吃呢。气死我了！你不能去。哎，怎么了？借正事。吃饺子不能去。国货系统发，哎，劳动模范最风光，他比别人忙。是，你说人人学呀，我说人爱。无所不能去向党，心向太阳。对，你说人为我呀，我说我为人。中华民族更自强，传统不能忘。是的，你说老传统啊，我说不能忘。齐心协力奔小康，国富民强。好，停。收工你了，完了。哎，太谢谢了，王硕交给我，太厉害了，交给我，这就算完了，这可不完了吗？还怎么的？还怎么的？我那炖饺子呢？不是，爸，咱还是回家让我妈给您包去吧。刁大爷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先走了。导演，你说，哎，没有问题。再见，走吧走吧。咱们都辛苦了，跟导演打招呼。导演，谢谢导演。来了来了来喽来了，回来了，大妈，宇航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们家冰箱可坏了好几天了，我们家那洗衣机坏了就等他修呢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大妈，他是出事情了，哎，打他的手机问问，他手机多少号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宇航回来了，大家好，哎，大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家那东西从冰箱拿出来都是热的，大侄是烤箱啊，大侄子啊，我们那洗衣机一插上电呢，就往前蹦，这么严重？宇航，我家那个彩电录音机买回来就没得声音，不会是没插插销吧？不晓得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个不着急啊，咱们一家一家来，都轮得上，都轮得上啊，千万不要忙啊。哎，谁忙啊？啊，我看就你忙。哟。打着鸡血似的，大哥，先去我们家修。哎，对，大侄子，先上我们家去吧。好，宇航，先到我们家去。好，都会去的，走吧。宇航，宇航，吃了饭再去吧。不用等我，不把群众的困难给解决了，我吃什么也不香啊。走，走，走。怎么能没毛病呢？啊，都查过了，没什么。哎，对对，没毛病更好，这下我可就放心了。对对对，哎，要不然我再给化化冻吧？啊，不不不，制冷效果会更好。哎，不不不啊，化冻就不劳您大驾了。啊，我们也会啊。啊，对对对，要不您再喝杯水？啊，不，水绝对不能喝。啊，要注意保养啊！哎，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叫我，好吧？随叫随到。好好好，我走了啊！哎，您慢走，走，行行行啊！您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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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走。要不然我把冰箱给您挪挪。不不不不不，那个这个位置比较不错，我觉着这事儿我行，我来挪。谢谢您了，大哥。哎，谢谢。走好，您慢走啊！不送啊，不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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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那个胡大爷他们，胡大爷他们家住那边，对对对，他等您赶紧休息，我去看看那个洗衣机去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再见啊！哎，慢走，有事通知我啊！行行行，慢走慢走慢走啊！哎，你这干嘛？我这样，我给您搬出去，搬出去！我甭嘱咐他了，大侄子，坏了好几年了，这玩意儿一直拿它当米缸呢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您放心。我一定让他重新转起来啊！
他叫您转起来，我也不想要他了。一个单缸的，连甩干的都没有，我还是想要全自动的呢。您换您的全自动，但是这个必须把它修好了，而且最起码还得用它五年。您甭五年了，这玩意儿啊，我觉得就是当米缸合适啊。老爷子，要这么着吧，这个机器呢，我负责修好了，回头我再给你买个米缸去。我这就给你买米缸去啊。快！哎，你二坐这儿，你张罗什么呢？快坐这儿啊！咱国家第一位宇航员刘亚飞同志马上就从天而降了。哦，哪呢？不，你二老往上看。我是宇航员。这边，走，没摔着吧？没有。妈，妈，这是咱们国家第一位宇航员刘亚飞同志。听说您一辈子惦记咱们国家的航天事业，特意来看您来了，还打算认您当个干妈呢。是啊。亲爱的母亲，请您接受一个宇航员的儿子对您崇高的敬意。敬礼。这是宇航员吗？我瞧着怎么像跳伞的呀？当然了，那小刘以前当过空军，如果招宇航员呀，那肯定第一个被录取。姐，我在空军干的可是地勤。哎，你不说是空降兵吗？跳伞的那种。是，怨我以前没说清楚，是他们跳伞，我打扫场地。怪不得刚才跳下来的时候脸都白了。当然我也接触过降落伞，可不好洗了，上面净是土。妈，你看看谁来了。妈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哟，这不是演电影的吗？看见过你演的电影，演什么像什么。哎，你不是一直想认个干妈吗？快叫干妈呀！还干妈干嘛？直接就叫妈了，省得以后还得改口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就是为了让我妈高兴。是为了让妈高兴，还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啊？反正是大家伙高兴。进来，慢走吧，这就是你家。来，妈，您看我把谁给你们请来了？爸，妈，这二位你们眼熟吧？哎，眼熟，太熟了！这不是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春吗？李小说，不要乱！妈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平时经常在一块儿待的。人家听说您不是喜欢那个奥运会冠军的金牌吗？非要送给我一块啊？不是，送给您一块。哎，小骚，快把金牌拿给大妈看看。大妈给您看看。哎呦，真漂亮！这就是奥运会。哎，还是给大妈戴上吧。啊！这就到了。哎，你们看。快看呐，我们祥祥的朋友来了。不对，他是我们大家的朋友。对，来，请吧。哎，你那首《鸟儿喳喳站在树上》。哎，老赵，那首歌叫什么名来着？那首歌叫《都在等着你》。哎，我爸。